大家見到呢一個圖咧，咁好明顯呢支就係 Super Tower 啦。呢兩座背脊嘅係咩咧？冇錯啦，就係 195 呢一個嘅項目啦。咁佢會係由兩座分別有60层楼高嘅residential， 咁當然佢有若干面積可能係非農業落非 residential 嘅部分啦，但係主要嘅部分都係嘅。咁我哋而家外國人開放嘅樓層咧，據我哋收到風或者遲啲我有機會幫大家做到嘅咧，就係48楼或以上嘅，48楼或以上嘅單位，咁係屬於最近距離望到 Super Tower 地段嘅一組單位嚟嘅。咁我哋已經有朋友咧就聯絡緊我哋，希望我哋可以幫佢提早做到呢個 booking。咁如果有需要嘅都可以聯絡我哋。咁到底呢個項目嘅特色係啲咩呢？佢哋就以收藏家咧作為佢哋嘅一個嘅賣點嘅喎，咁我哋順便就好快睇一睇佢哋 present 出嚟嘅形象係點樣一回事啊！咁呢一個嘅項目咧，其實就係嚟自一個發展商叫 TC Development， 咁呢個咧係屬於泰國一個新一代嘅發展商嚟嘅，咁而且咧佢係有中資背景。咁佢嘅項目喺曼谷咧，暫時只係得一個，呢個將會係最主打，亦都係第二個嘅項目。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。